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手剥笋哦，非常可爱的小盘子，小猫咪，来 ，double treat， 哎呦这，倒在里面，好久没拍给你们看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可馋了都，哇塞，哇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，这笋，来，先来一口，直接吃。全是糖汁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入味了，外面啥味儿，里面也啥味儿。看一下我今天能吃几种手剥笋的吃法，好嫩，酸酸辣辣的。来第二种，哎呦我去，这样锅里面的肉直接吃，这叶子也好嫩，剥剥剥，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呢？第三种我想不起来了，还有第三种吃法吗？